接下来我们接续上一集，我们来把测距仪的部分拆卸下来。测距仪部分最主要有三个螺丝，这三个螺丝所锁紧，然后联动部分这个螺丝我们也要先拆卸下来。我们先把后半部这聚焦透镜先装上去，取下对焦联动杆，拆卸这个螺丝，我们经由这个孔洞，我们先把这个遮盖拆下来。这个部分我们需要旋转遮盖内部，才有办法取下。
构成。拆下螺丝后 ，RF 部分就可以取下。那取下有一个遮片，注意，我们先把这个遮片拿下来，这是挡光用的。装回去之前要记得把它回复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F 部分。这里联动是框线对应不同距离的移动，这个是说错了，这个地方是不同焦距的镜头，对应距离的移动是当对焦的时候，这个会转动。它才会对应不同距离的移动。那这是接目镜，里面部分是一个 cube， 一个棱镜。这是反向。这是反向棱镜，这是折射棱镜。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 RF 部分。RF 部分在清洁的时候有几个重点，就是棱镜的清洁以及观景窗的清洁，然后这边是聚焦棱镜的清洁。关于内部胶合部分，这部分除非是它破裂或者是出现暗态，要不然这个部分我们只清洁外表的部分。
我们将框线机构拆除后，观察一下。我们来看看上面有刻一些字，哦，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到？这里有写一个 M， 一个 P， 这在当时组装的时候，也许是跟 MP 是同一个时间生产的。这一组 rangefinder 和一般的比较不一样，一般的 rangefinder 这一个部分，这一个折射临近部分呢，它是有锁上去的。那这一组 rangefinder 非常特殊，它是由一整体的铝切削出来之后，然后再镶上玻璃，所以这一组 RF 部分相当特别，做的也相当用心精致。哦，这是一些微调的螺丝。可以看到整组性的 RF 真的是很少见，现在的版本已经不会这样做了。这个 MP 的字样很特别 ，MP 啊，这样子。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字。没有了，只有这个地方。好的，我们来将它清洁一下。这一集我们就先到这边。这个都是需要清洁的部分，这里面是玻璃。